感谢德华是我的小公主送的大血瓶，感谢感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，拼搏百天，花样上两千三，历经9981难，好不容易打上2100，一不小心又掉回2000分。这局前期双方正常发育，并没有发生太多冲突，直到6级这波，蒙恬见面就开大，而德华也使出了秦王绕柱步伐。德华复活又来到上路，这波和上次一样，蒙恬见面开大，德华秦王绕柱，两人又打了起来。好在这回有队友的加入，蒙恬腹背受敌，屁股不小心暴露给了德华。哎呀，哎呦，他卡了一下视野，我摸他屁股，屁股被我一直摸。德华此时刚拿到人头，队友嫦娥就和孙膑吵了起来。德华不想因为队友吵架而输掉比赛，主动劝解起来：“别吵架，兄弟们，千万别吵架。”但是队友似乎并不领情，不仅接连去世，甚至主动发起投降。德华表示很慌：“别呀，能不能让我赢上一把？”既然队友不给力，只能靠自己挑大梁了。11级这波，德华来到中路守塔，嫦娥还在野区吵架。橘子想杀孙膑，被塔打了好几下。德华看到机会，直接跳大。给我！直到12级，德华终于原地起飞。这波看到橘子一打三杀两个，德华感到送他归西。真这么屌？我直接从天而降！哇，即使迪迦罗你没闪，给爷注意点！有种你上来点我一下，来来，不点我也要杀你了！竟然吸出来，我靠，自杀你呀！去死啊！秒你还需要什么操作？就跟杀鸡一样的剑蓝，哇，射到喷喷喷！不要加罗，你没闪，见一次杀一次。关门打狗，万中捉鳖，天神下凡，一气呵成，瞬秒双吸。哎屁，哎哎哎，牛逼！德华这盘杀戮逐渐变得无敌，带着孙膑冲上了对方高地，火舞闪现，瞬秒辅助，却没能逃过德华的手掌心。橘子紧随其后，也被德华几下平 A 带走。有没有想过这个奉献该怎么处理？咋个辅助？说得好。这下可好，由于德华奋勇杀敌，表现突出，被对面火舞盯上，又因为吕布太过笨重，打又打不到，碰也碰不着，德华表示很气。而此时对面伽罗装备成型，德华方又缺少射手，局势逐渐陷入了不利的局面。20分钟，风暴龙王刷新，双方在龙坑处爆发团战。奥义空中拖鞋，托马斯，哇操，不要啊！22分钟，马超吊点，对面顺利拿下，黑暗暴君向上路高地发起进攻，德华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
25分钟，对面全体集合，这次向水晶发起进攻。德华大招瞄了半天，最后打到加罗，竭尽所能打出爆炸输出。要出来了我！哇，兵线都清不过来了，我操！清兵了，喂喂喂喂喂！有请追梦人天天超级加倍 Oh my god 回来了，800多万，又回到800多万。对二